就是那个很谢谢，就是PAC大力，就支持我们下礼拜，其实我们有办了一个活动。那活动其实就在那个大家的餐桌上面。对，那这个活动其实很特别，就是我们是一个组织叫社企流，那专门是去推广社会创新。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很多的未来的趋势，其实社会公益企业化这一块其实是一个蛮新的领域。那我现在其实邀请我的同伴就是 Michael，那他是这个活动的总招。那其实在这个活动里面也有我们这个在座的理事，也是我们的 speaker。那我们就请 Michael 来介绍。 各位长辈跟朋友，大家好。那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那个桌面上的 DM。其实刚才那个我们主讲人有帮我们介绍说，其实里面有两位主讲是我们的今天的理事，一位是林依怡小姐跟那个陈一堂先生。那其实社企有在推广一个就是社会创新的概念，就是说过去可能我们在帮助解决一些社会问题，可能都是透过。 捐款或补助的方式来帮助那些弱势的族群，但是我们想要推广一个新的概念，就是说透过一个商业的力量，或者就像我们这个经营共创协会的方式，我们去结合一些产业的一些力量，然后一些社会创新的力量，然后来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。那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我们可以让这个一个组织可以更永续性的发展，而且是可以自立自主的。所以在这个年会当中呢，我们会邀请到。 就是两岸三地的讲者来进行我们的演讲，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人了解社会创新，以及就是让大家会有一些更多交流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目前活动下礼拜活动大概有600个那个人会来参加，对，那也希望说有更多我们协会的 member 可以一起来参加，对，谢谢大家。
关系哈，我们待会儿呢，大概吃完饭之后，可能是1:30到2:00的时间哈。那个我们的理事，先选的理事，候补理事、监事、候补监事，请留步一下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，半个钟头啊，把我们这个第一次监理事大会把它开完。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签名，因为这个要送到内政部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待会儿在座的就签名，签名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基本上今天这个大会呢，我们就可以圆满告成。好，谢谢。把什么啥，我们还没有会，没有看到你这样子啊。
的 partner 71岁了，他说大哥高大哥，所以我就突然有个 idea， 来到这个协会，我真的是我已经62岁了啊。那
大家都觉得就来到这边真的会年轻好几十岁，所以我跟 Pat 建议，是不是在这个协会里面的会员呢，所有的小弟弟小妹妹在我们眼中啊，那个青年人呢，可都喊我们银发族大哥大姐，只能喊大哥大姐，不要喊叔叔伯伯爷爷奶奶，我们就不会回应你，也不会理你。对，这个 Judy 姐姐啊，那我是 Pat 大姐啊，如果有人叫我叫Pat 妹妹也可以啊，所以我们那个徐小坡哈，不能叫他徐爷爷哦，要叫他徐大哥啊。好，谢谢。
就把它送起来，然后就可以。